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在今天的节目中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市近期在公共交通跟公共运输的一些建设及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亮点让大家耳目一新呢？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要带大家来看看基隆历经的城市蜕变。首先为您介绍的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交通处副处长黄诗涵。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副座好。第二位呢是我们交通处捷运工程科科长张资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资伟。资伟科长好。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基隆城际转运站暑假第一天正式启用，刚好又遇到了上班日，交通处呢就出动了工作人员引导民众，都觉得这个搭车很有感很舒适，一块来看看。来，国道客运往左手边，公车往右边。来到基隆转运站，工作人员拿着手举牌，明确的指引方向，让民众能够顺利搭车。很新奇啊，很新奇，它很舒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跟他们说明国道客运跟公司公车的，大概一个方向这样子。候车处民众依序排队顺利上车，基隆城际转运站一号正式启用，民众好新鲜，首次来到转运站搭车，未来候车亭不再日晒风吹，感觉真的很棒。对，现在在最上面好，启用之后好很多，那当然是好，很快，当然凉快多了，你去外面看看，至少差五度以上啊，动线还不错。感觉怎么样？工作人员忙着将玻璃擦拭干净，基隆客运、国王客运和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都派出工作人员指引，现场随处可见挂牌及增设的手举牌，引导民众快速搭车。您说公车吗？对，公车的话，五一的话还是在原本的地方。公车的话还是在原本的地方，但是所有的客运站都搬进去了。对，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当然可以给他啊。那现在有标示啊？不会啦。OK。它还标示的蛮明显的。OK。基隆转运站新建经费总计7.36亿元，启用后，民众可以在舒适的空间。等候往台北方向的国道客运，只要往外走到公车亭，就可以转乘市区的公车；通往地下道的街舞空间，可以转乘火车，不用再忍受日晒雨淋之苦。真的就是基隆城际转运站一旦启用之后，就打造便捷的交通枢纽。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对市民来说是有很大不一样的改变。是的，其实呢，知道早期那个基隆就是有雨都之称，所以呢，民众在早期在搭乘所谓的公车跟国道客运的时候呢，都必须要日晒雨淋，而且呢，常常呢又要在外面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冷气的地方去候车。所以呢，我们这个部分呢，在整个基隆火车站的一个周边设置了一个基隆城际转运站。那这边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立牌，其实有看到是说呢，我们把早期的一个国光临时站，还有港西街国道客运候车区，以及在国门广场前面的海洋广场下车的部分，还有公车总站做一个整合，把所有进到市区的国道客运跟市区公车整合到北边的一个基隆转运站。那这边可以看到是在于说呢，我们在整个基隆转运站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大概会分为两个月台。那在这个看板的下方部分呢，主要是国道客运，也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启用，在7月1号启用的转运站。那呢，它有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候车环境。那包含呢，这边有设置了大概有13个月台。那国道客运现在目前呢，大概有国光、泰勒以及基客跟日豪等等的国道客运进驻。好，那这部分呢，就提供了民众非常舒适的一个候车环境。那另外呢，在市区公车的部分呢，则是在林中山一路的这一侧呢，其实我们这边也设置了一个公车候车长廊。那这边呢，我们近期因为也有民众去反映说，可能有些酷热的问题，所以我们后续这边也会去设置像电扇这样的一个通风设备，让民众在候车的时候呢，也有更舒适的一个环境。那这边呢，我们主要呢是针对市区公车不同的一个号码的部分，其实有去做分流的一个处理。
让民众呢这边可以知道说，如果他今天要往一字头中正区的这个部分，他就到 B 区的这个部分来等候。那公车司机的部分呢，他也会清楚的知道说，我必须要在哪一个区域去在停等，让在这个区域的一个乘客能够做上下客的动作。哇，真的就是汇聚了我们32条公车路线，提升了我们的这个交通品质。是的，是的。对，所以民众其实想要坐什么公车，其实站在那里，这样左看右看就可以看到你要搭的车了，是不是这样？是，没错。对，不管是你要去外县市，还是在基隆市，你要去坐任何路线的公车，就在这里，32条的公车路线都在这里。那最主要的就是告别风吹日晒雨淋，你想要觉得很热的话，就进来吹冷气；那下雨了，你就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遮雨。那重点是它启动的是7.36亿元，对不对？是，没错。嘿，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市政府在针对就是转运站的这个部分，其实当然当初后来的设计稍微在不同的一个需求，因为时间的演变下呢，其实我们或许还是有去做一个些许的变更。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们在最后其实在6月29号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有先启用试营运，那在7月1号的时候去正式启用这样的一个转运站的功能，那让国道客运、市区公车，然后甚至结合台铁的南站、北站，让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大众运输系统能够更加的优化，更加的提供给民众优质的一个候车环境。对，就是提供给民众优质的候车环境，可以说是我们未来城市的先行者。那说到这一个，其实我们基隆市这个城际转运站周边的停车位也有考究，也有研究，我们要请教副座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啦。是的，因为其实呢这个部分因为在7月1号转运站启用之后呢，其实我们这边有再去检讨，就是有一些像机车转乘的部分呢他们就会到市中心这个部分来做转乘。那我们的了解，其实在早期的部分，其实在整个火车站其实周边其实本来就已经有提供将近2000席的一个机车停车位，不管是在路外或者是在路侧的部分。那这边呢因为转运站这边的启用，那我们这边其实有滚动式的在做检讨，那看到一些不同的一个机车使用者的一些特性，其实呢我们在中山一路的一个东侧部分呢，就是在图上面可以看到的一个台铁北站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这边有再多增设大概250席的机慢车停放区。那甚至呢我们也在检讨，就是在台铁南站的这个部分的周边，其实我们也陆续增加了80席，然后甚至在后续再增加了140席。所以总total在整个转运站启用之后呢，其实我们大概也增加了将近400席的一个机车格位，让这个民众呢来做转乘，让他能够更便利。那另外这部分呢除了机车转乘这一块之外，其实在转运站跟整个台铁的一个使用上来讲，其实民众他还是有一些临停的一个需求，以及计程车排班的需求。所以在这个看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转运站还有台铁周边呢，我们一共呢其实设置了大概有5处的计程车招呼站，以及5侧的一个汽车临停接送区。那让民众这边呢要靠亲人这边来接送的部分，或者是靠计程车这边来接送的这一些需求呢，一样也可以在这个周边来做一个满足。哇，所以基隆转运站其实周边就新增了15个临时停车区，来方便来接受民众。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车位听说也扩增到2400个。是的，哇，很多哎。那下次就是大家停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拍照一下，不然就忘记自己车停在哪里，然后再去搭车。是，其实我们这边还是会呼吁，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把国道客运、台铁还有市区公车的这个部分结合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当然还是会先提倡民众这边尽量还是优先使用大众运输的方式。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在市区上来讲，其实使用机车的族群也蛮多的，所以我们就是在增加这样子的一个机车停车需求的一个供给。那另外一部分我们当然也是要去综合考量，就是有一些临停接送的这一块，那我们其实在转运站之前其实就已经有设置大概3处左右，但是因为它启用之后呢，我们又经过一些时间的观察包含车流量，还有一些就是民众的反应，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再去检讨之后呢，就是像现在这个图所示的，我们大概增加到5处的部分。
哇，真的是很方便便民，就是要让大家看见我们基隆交通的大跃进。那当然就是这个点打通之后，就可以看到很多很不可思议的现象，就包括了我们的基隆捷运了。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基隆捷运，基隆捷运的经费增加了，我们的交通处市长说了没问题，负担得起，一块来看看这一段。这个最新变化主要是基隆捷运计划是由新北市政府执行基本设计作业，为了适度反映营建市场情况，新北市政府将调整计划总经费，从原本的696亿元再增加396亿元，调整为1093亿元，其中基隆市负担额由47.92亿元调整为72.23亿元。那过程里面谢市长也积极去协调相关的部会以及经费的争取，在今年1月31号已经正式核定综合规划，总经费是有698亿元，那基隆市将近分担要48亿元，这个部分已经协调，后续会透过捷运的一个轨道建设基金来分年编列支应。那另外因为整个基隆捷运纵规核定以后，现阶段是由新北市捷运局在做基本设计的规划，那最近因为逢所谓的缺工缺料以及原物料一个调涨，那新北市捷运局因此去盘点整个捷运建设的经费，目前初步提出来会增加到将近有1100亿元的部分，那基隆市分摊照以往的比例会拉高到将近72亿元。那有关增加这个部分，我们持续会透过相关一个财务计划以及跟所谓的公营行库来融资支付那持续来推动我们基隆捷运的建设。这个大家引颈期盼的基隆捷运我们要赶紧来请教我们的资委科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每一个站点的规划及设计现在雏形都出来了。好，谢谢主持人。那首先先跟观众说明的是，大概整个我们捷运推动的过程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可行性评估，第二个就是综合规划，那接下来第三第四就是工程的设计跟工程的施工。那我们在捷运的推动过程里面，可行性评估就是针对一些工程的技术面，那运量财务上的分析，还有车辆系统上，那如果评估可行的话，就会进入到第二个我们所谓的综合规划阶段。那综合规划阶段就会做的比较详细一点，包含整个环境影响评估，就要评估它 是不是可以通过，那也会针对路线，像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核定的基隆捷运的路线跟车站的定位会在哪里，还有最重要就是一些财务的负担，就是中央要补助多少以及各个地方政府要多少钱来负担。那现在要说明的就是说整个综合规划也在今年的1月31号已经经过行政院的核定。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它其实又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综合规划核定之后，就代表这是一个国家确立的政策，那接下来就是各个单位要开始编列预算来执行。那接下来说明就是提到的车站升级，然后要增加4.5亿元的部分，这是怎么回事。那车站升级其实就是刚刚所提到的第二个综合规划阶段跟我们目前在工程设计之间的差异。那整个综合规划阶段的车站的设计原则主要是基于一些经济的考量就比如说以用地来讲，它是采最小的用地，尽量把车站控制在道路的范围之内，那避免征收一些民间的用地。那第二个就是工程，我们就采一些比较轻量的，那经济简约，那也符合最小最小的一个无障碍的一些规定。那我们在整个综合规划阶段，其实应该这么说啦，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应该要做的事情。那综合规划阶段就是我们想办法核定它之后，它就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建设，基隆捷运就会继续往前推进。那整个车站未来的在综合规划阶段，整个车站的服务方式，因为有些硬体上 的限制条件，所以整个车站是那时候是没有站务人员的，也就没有厕所。
所以那时候规划的时候是没有厕所的机会。对，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工程轻量化，然后最小的用地范围，所以车上没办法做得太大太重。那其实只有在头尾的两站，就是八堵站跟南港站，还有南港展览馆站那边是有配置厕所跟站务人员的，那其他的是没有。那旅客进出车站的设计呢，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就有点像是淡海轻轨一样。对，那淡海轻轨它就是采取快进快出，对，开放式 的一个车站的设计，那不设闸门。那旅客进出车站就是自主的 去刷卡验票，那上车之后到车站之后离开也是自主的刷卡验票，那就取决于大家的良心公德心啊公德心。那但是我们其实淡海轻轨也是有不定期有一些站务人员会在车上做一些查验票的动作。这样举例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了解原本综合规划阶段是什么样的一个车站形式跟营运的方式。那接下来我就举例来讲，我们就搭配三张图来仔细简易的来说明那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那原则上我们基隆市在五堵百福六堵都是设定在道路上方的一个车站的配置，原则上就是采用这样的一个配置的情况。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观众右侧的部分，在整个综合规划阶段它就是一个简易的车站，那旅客就是从一楼的位置直接上到我们二楼的一个所谓的搭车，就是月台层的位置，所以整个车站是开放的，没有站务人员。那旅客我们自主的验票之后，就等车候车搭车到前往目的地，那到车站之后也是自主的逼一下，然后就离开车站。那如果说我们旅客如果走错了月台，因为有南北两向的月台嘛，可能就要下到地面层，或者是在月台层这边有一个跨站的人行天桥，就走到另外一边去。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基本设计阶段，那目前基本设计阶段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标准式的车站，那旅客一样从我们一楼的位置，那但是会直接上到所谓的三楼的位置，那就是一个穿堂层，就是整个车站的大厅，那这边就会有足够的空间来配置我们的旅客服务处，旅客服务处里面就会有一些站务人员来服务大家，那也会有厕所跟像我们去台北市搭乘捷运一样会有验票闸门，就是完整的一整套是一模一样的。那旅客就进入闸门之后进入到月票所谓的那个付费区之后，就会下到我们的月台层这边就看一下如果是要北上的话或南下的话，就是去不同的那个月台层来搭乘那我们这边再拿一个可能平面图来讲解会比较清楚一点。那以平面图来讲，这个车站就是在道路的正中央，所以它整个车站是在道路的正中央，所以在道路的两侧就会有不同的电扶梯上来。那如果旅客就是直接上到三楼的车站大厅，这边我们看就会有配置一些厕所还有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 PAO， 就是服务的，就是会有站务人员驻点的地方看旅客要往哪个方向。从外面的那个付费区进入之后，就从那个我们的电扶梯下到我们的所谓的二楼的月台层，然后就搭车离开。哇，所以这现在是六堵站。对，这个就是以六堵站来讲，那原则上，我们所谓的五百六七八，五堵百福，六堵七堵八堵，整个五百六就是以站高架车站的设计。那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刚刚提到的二楼月台层的部分，那对应到刚刚我们上面的图，就是旅客就从这边进入之后，就是一个两侧的月台。那这边我们整个车站的配置，因为有一些电扶梯，所以我们整个月台层的宽度也从原本综合规划的3米，调整到7.5米，也就更宽了。
那因为有相关的月台门的配置，那双向也有一些逃生的楼梯，所以整个空间会看起来会更舒服、更安全。所以就是基隆捷运的全线车站的规格升格，对，规格，所以每站造价就会增加了6.5亿元，对不对？对，那我们再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较表来说明。那回到车站的设计，车站的升级就是这两个，综合规划方案跟基本设计方案之间的差异。那除了当时候是以最小用地方为工程采用那个比较保守经济的方式来先行完成设计之外，那也就是说确保我们在整个综合规划阶段，在最小的争议之下，那先确认整个轨道的定线跟车站定位的位置，那我们往前迈步。那由于我们基隆捷运未来将会对接台北，目前正在台北市也正在推动的民生汐止线，那整个民生汐止线也都会有车站跟站务人员。那我们考虑到未来要对接整个台北市捷运路网的整体的服务品质，简单的说就是，整个基隆捷运是一路可以从我们基隆端到整个台北市的南港，那未来民生汐止线之后也有机会直接一路的经过民生社区达到台北的大道城。那如果台北市境内的车站都有厕所，都有站务人员，那新北市境内的车站也都有厕所，也都有站务人员。所以我们基隆市来讲，那我对接台北市跟新北市，我们当然也要有厕所，不然会有好像不同城乡落差吗？同一个捷运路线会有不同的感受，对对对，会有一些好像我们是二等地区，为了避免这些非议啦，所以我们在我们整个三市基北北三市的共识之下，我们整个基隆捷运全线的车站要有一致性的服务水准。那首先看这个比较图，我们升级的服务内容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有 PAO， 我们上面这第一行的部分就是整个旅客服务处，那会有一些站务人员来驻守。那接下来整个车月台变宽变大了，会更舒服。那月台会再多一步电扶梯，会更加的便利，在公安消防逃生方面也会更加的安全。那接下来最重要就是厕所，我们会有男女厕所、无障碍亲子厕所等等的，也会有哺乳室，那也会多出增加一些空间来作为一些附属事业的空间，譬如说卖店的服务，完整整个车站的服务的水准。同时也会将一些清洁维修的空间以及相关机电设备一起通通都摆进来。因此在整个车站变大升级之后，那造价就会从原本的平均一站的大概4.8亿元会提升到11.3亿元。那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车站多了6.5亿元。那如果我们维持当初综合规划的原则，就是中央补助我们基隆市86%的工程款，那我们基隆市政府自己负担14%的工程款来讲，6.5×0.14就是0.9亿元。那出估五个车站，就是我们就会增加大概4.5亿元的我们必须要自己负担的费用。是，这经费是 OK 的。对，这部分我们是否已经研拟了自偿性债务举借及偿还计划？那也感谢中央的支持，会承诺会协调公股行库来提供大额的贷款以及优惠的利率。那简单的说呢，其实这个机制就是把我们未来几年的营运的一些票箱收入以及基地联合开发的收益作为可以自偿的额度来向银行举借。那前面几年新建期的一部分的工程费用，这部分就是属于可以自偿的债务，我们就可以跟银行来借，因为我们会有能力去付这笔钱。那至于另外一个部分不完全自偿的部分，就是由我们市府来编列公务预算来支应。那以目前我们评估起来的计算的结果，
大概有90%的工程费可以透过这个自偿性的一个方式来跟银行举借，那剩下10%的部分再是由我们市府来编列公务预算来支应。那因为由于这个车站一定案之后，未来就是连续使用50年、100年的一个大型的公共工程的建筑物，所以这些再多出来的4.5亿元的部分，那谢市长也在我们捷运相关的专案会议上也指示，这是必要的增加的投资。对，所以对完成的工期都不会有影响，对不对？对对对，这部分相关的升级都会并入整个计划，会合并来施工，所以不会影响到整体的执行的期程。所以预计123年。对，目前如果一切执行顺利的话，因为目前是由新北市来担任我们的建设主管机关，那一切执行顺利的话，应该10年后就是122年完工，那123年可以启用。10年后。对，是的。哇，那所以基隆捷运建设的推动期程，其实从1月31号今年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对。然后到目前为止，科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的期程计划有哪些？目前我们跟会同新北市在做一些工程的设计，那他们预计年底可以完成整个设计的内容。那依照程序，他们必须要提送到工程会、交通部来进行一个经费的审议。那因为今年稍早也有提到，有一些可能会调整整个基隆计划的总经费的部分，也会并成把我们相关有一些车站升级的部分啊，跟一些考虑到营建物价的问题，也会并在那个经费审议来进行整个讨论。至于是不是会调整到之前所外传的1000多亿的部分，那我们会进一步再跟新北市来进行协调沟通。那因为新北市他们也考虑到他们在发包系东捷运的部分，也是因为整个计划经费的限制，所以会有一些流标 的情况。那我们也是避免未来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共同的来努力，那尽量让整个经费看是不是可以一步调整到位，还是怎么样的形式，让后面的工程可以顺利的发包出去，那早日让我们享受到便利的基隆捷运的建设。是哇，那这样子基隆捷运大家就是再等一下咯，10年最顺利的话就是10年后我们就可以做到了。好，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就是这个超划算，其实除了基隆捷运让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真的通通都在期程上之外，另外呢让民众很有感的就是我们的基隆288的定期票，你快来看看。T-PASS 基隆市288公共运输定期票，又称288月票，是在基隆市内包括公车及台铁都可以使用吃到饱的票券。经过市政府不断推广，相当受到市民欢迎，大约可以省下一半的通勤费用。那我们基隆市推的288定期票目前有12000人使用，那上线2个月来呢广受欢迎，那也平均每个月大概是6000人使用。那大多数的民众呢都是有以这个市区公车为主，大概占90%，那10%的话是使用台铁，那主要能提升的这一个市区公车的运量大概是8%，那其实对于我们大众运输是有所帮助，也可以节省大约一半的荷包。市府交通处表示，288月票从10月16号上线以来，受到市民广大回响，原本预期的目标是每月5000人，在通勤族的踊跃支持下，目前可说超乎预期，达到每月6000人。本来预期大概第一年可以推出大概会达到5000人，所以今年已经达到了我们目前的一个月6000人，其实目标已经达到了。那未来的话可能还会再继续往上成长，预期到明年度的时候可以成长到8000人，甚至还要更高，更多人来使用。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王俊宏表示，基北北桃1200及基隆市288定期票平均为市民省下50%的交通费，为朝向打造交通安全、友善及便捷的方向迈进一大步。
哎，真的大家都很有感，因为这个288除了我们就是到对外的那个1200之外，1200之外，然后这个288很多民众就会分享，哎，其实做十次就回本了。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座跟大家分享一下突破的这一些民众的一些反回馈。没错，其实呢，在铁上大众运输这一块，其实基隆市政府尽非常大的努力。那既就是现在北北基桃的一个 T-Pass 的一个1200的一个吃到饱的一个措施，那基隆市呢自己本身在禁辖内的一个大众运输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则推出了就是定期票288的这一个专案。那这边可以看得到呢，其实也跟各位民众这边来做一个报告，其实就以现在目前的一个执行状况呢，我们这边经过统计之后呢，其实几乎有达到46000人次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记录，那也现在目前也在这是迈向50000人次的一个部分。那呢其实我们这边也帮各位这边来算过，其实呢就以现在目前的一个使用者统计的一个资料里面可以显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平均的如果要在境内去使用自己的一个成本的话，其实是680元左右。可是呢你这边可以看看，我们这边推出 T-Pass 的288的话，其实相对而言，就民众而言，其实它就是已经拿到了一个4折的优惠。对，好，所以这个部分300多，没错没错，所以这个部分的使用量我们预估未来应该还会继续在上升。那包含就是蛮多外县市来到基隆市的，那如果他今天呢比如说像有些退休人士啊，他们其实有时候也会跑到基隆这边来游玩，那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288哈，然后就是呢搭乘我们的一个市区公车的这个部分，然后甚至台铁境内的一个旅游的方式，我们也发现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族群存在。对，那这边呢可能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我们288的这个部分，它在使用上来讲的话，其实呢大概是两个部分啦，一个就是我们境内大众运输的部分的话，就是大概有57条的一个市区公车，那包含就是1到8字头的这一些公车都可以去做使用。那另外呢就是在市基隆市境内的一个6站的一个台铁车站里面呢它进出都要在我们的基隆市境内好才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288的一个套票。那包含就是基隆站、三坑站、八堵站、七堵站、百福站，还有一个暖暖站的部分。那这部分呢也要提醒民众，就是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跨县市的，这只能在我们基隆市境内的部分才能够去做使用。那如果您这边呢就是如果会跨到其他县市，那可能就是要去考虑买北北基桃 T-Pass 的1200的一个部分。哇，真的很方便耶。是，公车可以坐，火车也可以坐，没错。 对， 对，那这最近大家有一个反应也是很好的，就是公车有贴心铃。贴心铃是什么？贴心铃呢就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搭乘公车的这个族群，除了学生族群之外，其实我们也发现有一些比较弱势的一些身心障碍者的部分，其实他们也是有搭乘市区公车的一个需求。所以其实呢在我们跟公车处这边呢，其实在针对要怎么样去提升更好的一个社会福利的这个同时，其实我们有考虑到说，哎，其实我们可以在候车亭的这个部分去设置一个贴心按钮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像我们这边也知道基隆市政府的一个人口上来讲，其实有20%大家也是老年化的一个部分，超高龄社会。是的是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发现其实也是有日益增加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我们这边呢跟公车处这边讨论完之后，其实我们有选择两个地方去设置贴心铃，那一个是在基隆长庚站的部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信义区公所的部分。那是因为我们有经过调查，这两个的部分在老年人口跟就是身心障碍使用率比较高的一个两个站的部分去做设置贴心铃。那贴心铃的部分呢，其实它跟电梯的概念其实有点像，就是我这个需求，那我可能就是按这样的一个铃，那可以去让司机这个部分可以提前知道说，哎，我这个站
有这样的一个特殊需求，那他有可能就会事先做因应。那这个天心灵的部分，其实它其实是透过所谓的公车动态的一个系统，然后它会去传达，因为你按钮之后，它会把这个讯息传到系统里面。那系统这个部分，它会利用车上的车机，那去提醒这个司机说，哎，其实这一站有这样的，这个时候他进站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轮椅族的部分，那他可能就会提早去因应说，哎，他有可能在驶入进站的时候呢，他可能要先观察一下那位轮椅族的这个部分的位置，那他可能要停靠的距离，以及他之后呢，有可能他需要司机需要下车协助的部分。那另外贴心灵的部分呢，因为其实他在候车亭上他会有亮灯，如果有需求他会亮灯，所以他同时也提醒了就是候车的民众跟车上的民众知道，有可能这一站有特殊的需求，那需要稍微临停，需要稍微长一点的时间。对，所以不管是公车都铃，没有，大家就是亮灯的这个部分。哦，亮灯。对对对，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一方面也怕一些不耐久候的乘客可能会有一些抱怨。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不只服务到我们的身心障碍者，那其实我们同时也服务到搭乘的民众，让他这边可以了解到，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特殊需求。哇，所以这整个基隆市目前有两个，一个是在长庚，另外一个就在市中心，对，信义区公所站。信义区公所站，是，的确这两站很多需要搭乘的这些超高龄的民众，没错，对，这都有统计出来。我刚听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车上的那个爱心铃，然后我想哇，这么好像一按就随按随停，是，对，不是这个，是在还没有后车停，对，是在后车停的部分。是那说到这个很有感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非常的有感，那就是我们的候车亭。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打卡新热点，我们的南站候车亭的飞机舱造型非常的抢眼。公司协力候车亭热洋启用圆满成功，恭喜！打扰了，打扰了，候车亭还可以吗？漂亮，有漂亮哈，对，坐的我觉得很舒服的感觉，对，有人坐飞机的感觉。看起来就是好像在那个机舱里面，啊，这种感觉，有比原来的好看吗？好看多了，太感激了，很希望你们喜欢。好，谢谢，谢谢，谢谢。当机长的时候，在飞飞机的时候，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夜间航班的感觉，对，那种感觉非常非常遨游星空的感觉。就是第五个。第五个了，我马上还有第六个要出现，第六个、第七个。这候车亭其实花了要750万，我们都知道，在台北市议会的话，要过在基隆市议会应该有点难，都很困难。那企业用他私人的力量来协助基隆，我就很感动。而且我们从去年十月份勘景到现在，最后完工。哦，这个是最辛苦的，最辛苦的一个施工也花了2个多月，甚至当时延后了2个礼拜，是因为要接管。它晚上都会有灯光内，像那个飞机舱的感觉，怕危险，因为那段时间都有暴雨，怕工人危险。那怎么样可以跟产业界做一个结合，然后也可以造福市民，等于说是三赢的一个这个境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简单，也是我们应该要一起做的事情嘛。看到刚刚佩玲姐跟我们介绍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公司协力，我觉得现在是各地方政府都非常需要的地方。刚有特别讲到星云航空，它是就是自己就是。支付了750万，我觉得这在台北市其实希望有机会哦，因为今天透过我们的那个北北机的平台，然后我们希望是不是佩玲姐也可以帮我们引荐一下，让台北市也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推动一下北北机的观光。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借镜的一个方向了。星云航空的一个这样子的候车亭要来开幕，那我就想邀请我们的张志豪机长。跟我们的曾颖议员，因为他们都有家人在基隆啊，所以我们就邀请他们过来一起来参观一下，那彼此之间可以做很多市政交流。基隆跟台北是非常紧密相连的，所以我们过一阵子也会邀请万安市长来基隆，跟我们做更多的市政交流。哇，这就是企业认养我们的候车亭，真的让大家耳目一新，眼睛为之一亮。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座，目前有多少的企业参与了这一项活动？是啊，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以目前来讲的话，就关于公司力的一个美化候车亭的部分，我们现在基隆市政府已经完成了五座。那这五座的部分呢，其实各位民众可以看得到，一般在搭车的时候，尤其是在城隍庙的部分，有一个汽车的一个广告。那另外就是在信武路的部分有一个，我们有跟银行合作的部分。那还有就是就是和平桥头，就是镇滨渔港非常热门的一个打卡景点，就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看。是，没错啊，就是一个热狗堡的一个候车亭。那另外就是在海大的部分，我们有跟中华电信这边呢，也是一起来合力的建置一个就是很美的一个候车亭。那另外就是最近非常夯的一个地点，就是在我们的基隆火车站南站的一个新旅航空。那在那个地方的部分呢，其实呢可以除了有铁路之外呢，其实呢还有候车亭的部分，甚至呢游轮进来的时候，其实在那个部分呢，其实就结合了一个海陆空的一个三个运具的一个景色，其实还蛮美的。对，刚刚这样看就觉得哇超美的啊。刚刚有说到这一个有预警功能，就是它有功能实用性的，就在我们的海大，我们现在一块来看看海大候车亭。以前就是一个公车站，然后没有任何特色。现在呢？现在就是会让人有一个科技的感觉。科技还有家的感觉。哎，有，还不错。谢谢市府的温暖给你们。就还不错啊，而且结合到海洋的部分。蓝色的就很有海洋的味道。候车亭从开始设计规划的时候，海大就有参与，我们特别跟副市长有报告。然后我就从一开始，然后在群组里面，诚如刚才吕玉做报告的，最认真的就是我们邱副市长，我真的很佩服他，对我们就很感动。我觉得真的陪拉到天选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身为海大的一份子啊，我真的觉得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啊，我们基隆市有这么好一位副市长在我们这边来支持跟加持。三二一之后，我们就要进行今天公司协力候车亭启用揭牌仪式喽！来准备倒数，三、二、一，海洋大学智慧型候车亭。海大这个地方其实人流量并不是很高的，那要一个企业来协助，它是要有很大的使命感跟 ESG 的概念的。最后选定这个地方，那包括我们的构图，光图我们就改了四次。更好玩的是，因为我们在前一座是台序，所以对于中华电信的压力很大，他们在我们台序记者会的时候亲自来看了，所以最后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一块就是在记者会之后他们就加上了，希望像鲸鱼的尾巴的感觉。那我觉得每一个企业用他们做企业的精神来让基隆变得更好，是我们的骄傲跟我们的荣幸。除了希望有这个海洋永续 ESG 的精神以外，我们更希望有提供智慧的服务，里面包含了像物联网的防灾服务、智慧空车。那另外呢，我们也有进行了相关的 WiFi 服务，让学生不管民众在这边都可以又安全，那又可以进行便利的联网，也可以随时欢迎大家打卡上传。这座是第四座，那马上就会有新宇航空跟这个七堵的中华邮政的，这个科技是中华电信刚刚讲得很清楚，用 AI 结合互联网，有防灾的设备，也是全台湾第一个这样的智慧型的候车亭。更重要的是，基隆市政府希望带给每一个等车的人有家的感觉，这是我们所希望的。结合一些科技化，我觉得未来的整个城市是必须要科技还有整个美学的一个角度。那当然首先这边还要谢谢我们谢市长、谢市府团队，还有我们邱副市长、邱大美女，真的我们都满满的感动。我们今天在基隆市市民真的很感谢他，而且这样的科技的结合应该是全台湾第一座的。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企业来认养，然后让基隆的每一座这个公车候车亭都成为科技的候车亭。哇，这就是有功能的预警功能。我们要请副座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样子规划当中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呢。没错，其实这个部分的候车亭呢是由我们副市长这边大力在主导。那也非常谢谢就是中华电信这个部分，那他有来跟我们一起合作来做这样的一个预警式的一个候车亭。那包括也有额外的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一个类似像 WiFi 的一个提供的一个服务。那其实呢我们
那天在剪彩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我们那天当天呢，其实本来想说它的那个背板的那个部分，好，其实就是一个背板，结果没有想到刚好从后面有人走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哇，它又是另外一个可以拍照打卡的地点。那因为它也融合了它的一个美化设计，海底漫游的概念，没错，就是你有点像在海底世界里面一样。那就是那一天我们在做记者会的时候发现了另外一个新的亮点。对，哎，真的亮点很多哎。然后大家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哎，这个候车亭很像在卖热狗，但是它不是在卖热狗，它是候车亭。我们一块来看看镇滨渔港的候车亭。一，请点灯。哇哦，大家看到没有？这暖白色温暖的灯光，由基隆市政府和企业公司协力认养候车亭的计划中，引起许多游客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镇滨渔港彩色屋附近的和平桥头候车亭，打造成美式复古风。游客认为，绝对是一个会爆红的基隆最美候车亭。我会想来，我是特地来的。哦，真的吗？没有，感觉怎么样？你觉得？我觉得很漂亮啊，有点复古。美式复古风，对，大家这么说，对不 对？而且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蛮有名的，对，这边拍完然后换这边拍。哦，是这样哦，你们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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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特地来的。特地来的。特地来的。哦，这能不能算是全台湾最美的站牌？目前蛮特别。对，目前好像我也只知道这个。对不对？对。画面上可以看到，在晚上的这座美式风格候车亭，像是夜里的一盏明灯，温暖的色调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拍照。据了解，最美的拍照点在公车亭对面，可以把候车亭跟彩色屋一起同框，拍起来更美。那有没有什么最佳的角度可以推荐一下？要到这里面拍。啊，正面这边拍起来跟对面拍起来会不一样吗？正面我觉得拍起来比较好看，比较好看。对，比较就是整个进去感觉比较好。哦，然后人要站后面一点。人要站后面一点。后面一点。因为这样灯会打下来比较刚好。哦。站在前面有点太黑了。很多游客都会拍照打卡留念，显示吸引力十足。游客说，这样的候车亭改造让基隆变得更漂亮，而且非常友善通勤族跟游客，值得肯定与鼓励。太水了，你们！啊，都天气啊，光光光啊，安尼啊，啊水啊，啊嘛有伊啊伊啊嘛换的，你无看？我是在台北，然后到这里。站观，我本来是要看这个，但是看这个也是很漂亮，所以我也要拍照一下。企业形象，我觉得也就是 ESG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永续的一种手段。虽然它不直接去减碳，是，可是各位知道，如果我有一个很漂亮的环境在这里的话，我会看这个风景。它因为有水，因为有港内港，所以它的倒影跟反射呢，我觉得比高雄更美。那我也期待说，游客来这边不只是为了打卡做跟彩色屋拍照，而是能体会基隆市政府在企业合作这一块，其实真的下了一份很大的心力。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镇滨渔港可以越来越好。基隆市政府公司协力美化认养候车亭这个亮点计划，一波接一波，像是海洋广场对面的城隍庙候车亭，以及义义路上元大银行认养的候车亭，都让美丽的山海市容景致再加分，展现港都新风貌，同时也提高了通勤友善度，就变得比较不一样，也变得比较好看，这样子。那以前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感觉？就脏脏的。那现在呢？现在就干净了。然后有点现代感，对啊，有不一样啊。以前是就是木头椅啊，现代感觉，还算不错。我不是单车，我是休忝在家坐坐尔，嘿啊。那你在这里休息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样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可以的，蛮漂亮啊。这样一来，可以让基隆多出许多热门的打卡地点，自然就可以成为旅游的特色亮点。达到吸引旅客来基隆观光消费的诱因。
哎，真的，刚才有民众就是说他是来看正滨的色彩屋，结果没想到，哎，看这个也很漂亮，就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开心。那当然很多的亮点，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座来跟大家揭秘一下，还有哪些小心思呢？没错，其实这个点确实是在整个基隆市是一个非常热门、非常网红的一个打卡景点。每次经过呢，我们都会看到非常多的正妹在这边抢着拍照。好，那这部分呢，其实也可以跟各位介绍一下，其实这个地方的这个候车亭其实有非常多的小巧思，其实大家到的时候不妨多注意看看。其实呢回过头来，其实刚刚都知道它就是一个热狗堡的候车亭，那它也是台旭公司这边来做认养的。那所以呢，其实呢你也知道台旭的本业其实应该就是卖肉品类的部分，所以其实有个小亮点可以看得到，它上面呢其实有介绍猪的各个部位。对，好，对，那呢它最好吃，没错，那它还会告诉他说，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每一个部位的部分它都有把它标示出来。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也是有点那个除了娱乐性质之外，其实还是有一些知识的部分放在里面。那另外呢，其实它这个候车亭选在这个位置，其实最主要也是因为周边有非常多的景点。好，那包含后面的一个正滨渔港的一个彩虹屋，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的了解呢，其实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非常限量版的一个小吃，手工炭烤吉古拉。好，这个部分也是民众来这边的时候必须享用的美食。那这个点的部分呢，其实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这个点也讨论蛮久的。对，那想要选在这个点，然后用这样的一个特色来设置。那其实到夜间的时候呢，其实各位应该更要夜间的时候去看看这个候车亭，其实它非常的明亮，跟我们一开始的一个候车亭原本的功能来讲的话，其实非常的灰暗。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改造之后呢，除了有就是观光的性质之外，其实呢它还是保留原来的一个候车亭的功能，所以它确实是公车可以停靠、可以上下车的一个站位哦。所以各位其实不要以为说，哎，它好像就只是一个纯粹观光的地方，其实它还是保留它原来的一个功能性。对，它有功能性，还有知识性，因为它上面有住的各部分的介绍，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也可以打个卡，那就可以看到我们市府真的很用心。另外要用心的部分，还有大家要解决大家的停车问题，我们带大家来看看疏解停车问题，基隆过港路要新辟停车场哦。玉蟾，动土大吉，业绩有故。画面上是过港路新建停车场开工，市长谢国梁主持开工典礼，议长童子伟跟多位市议员林恩典、林敏勋、陈冠宇、陈明健与暖暖区长陈如东、过港里长陈清池等贵宾都到场共襄盛举。市长谢国梁感谢议会支持编列预算来疏解过港地区的停车问题。那未来呢，可提供包含升降车位将近60席。小型的停车位也有10个这个电动这个充电位在内的一个空间。那我们也增设安全监视设备、道路照明及这个电动车的充电桩，提升停车场的服务水平。另外呢，我们完工启用后可以疏解过港路沿线停车的问题。与会来宾共同祝福停车场工程顺利进行，市府表示也会继续向内政部争取提升道路品质公共环境改善计划，来打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哎，真的，就是回家马上有一个停车位可以停，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那我们要请教副座跟大家分享一下，市府其实计划在113年到114年之间，其实有几处的停车场要来计划新建。是，其实呢也是跟民众这边报告一下，其实基隆它的地理环境跟它的一个早期开发的条件，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其实在早期的建物里面其实是没有设置地下停车场的，所以呢其实在基隆的部分还是会有一些地区跟一些区域会有一些存在停车的问题。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有发现说，其实基隆的部分有蛮多闲置的一个空地，好，尤其像它的土地是像中央国产署或者是市有地的部分。那我们为了要充分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跟资源，其实我们这边呢其实有一一的去盘点所谓的空地闲置的一些土地来计划能够作为停车场使用，来疏解周边的一个停车问题。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这113年到114年间呢，其实我们预计大概会有7个
空地的一个停车场会做辟建。那这边可以看到呢，其中有五个停车场的部分呢，因为现在目前还在设计规划当中。那在今年黄色的部分，对不对？是没错。那在橘色的这个部分呢，可以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应该会完工的。另外有一个呢，其实是过港路的一个停车场。那在年底之前呢，我们这边应该是可以完成并且对外开放使用。那届时呢，其实是会提供60席的一个汽车格位。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刚刚讲的，其实在开源停车场的这个部分稍微会比较特殊一点，是因为它刚好在市区的一个市场的周边，所以这个停车场呢，我们未来会规划为机车停车场。对，那大概会有提供160席的这个部分，来让市场采买的一些民众跟周边的居民来做停放，这是一个稍微比较特别的部分。那可以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以剩下上面的这样看板的一个供给的部分呢，我们这样子预估来应该可以做到大概有300多席的一个汽车格位这样子。对，那这边也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后续呢一直陆续都有在盘点基隆市群里面的一些像国有财产署的土地。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其实跟国产署这边呢一直都有一个合作辟建停车场的计划。那这个部分到时候我们会在陆续盘点之后呢，我们都会跟国产署这边呢来加快现场会勘，来看看土地权属以及周边的环境以及道路的条件，我们这边会尽量的去协助能够做一个停车场使用，来疏解周边的一个停车供需的一个问题。是，那剩最后一分钟，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现在电动机车越来越多，是不是有一个计划要来进行电动车充电的行为呢？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跟民众这边分享一下，其实现在电动车呢已经日益的就是使用者也变多了，所以其实在中央的这个部分，当初在停车场的部分呢，其实他们的格位是用优先格位的方式来做供给。那在这一两年的部分，其实中央也立法通过了之后呢，我们这边要配合中央法规要去设置所谓的电动车的专用格位。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在我们各大的大型的公共停车场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目前都已经设置完毕了。那只是说呢，这个部分要特别借用这个机会呢，来跟民众这边说明一下，因为这个部分的电动格位的这个部分，因为它已经变成专用了，所以其实呢，中央这边应该也是有设置一些相关法则的部分。那假设呢，还是要提醒民众，呼吁民众，如果今天呢，您行驶的不是电动车，而去停放这个电动专用格位的话，那有可能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那这部分要特别的提醒民众，在停放的时候要特别的就是注意一下那个格位的一个设置。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去停那个电动机的车，会被罚钱的哦。没错，一次抓到就是600嘛，对不对？没错。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还有我们的张科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谈到城际转运站的启用到机捷的升级，那从创新的228定期票到贴心的公车领服务，再到企业参与的候车亭美化计划，还有我们的停车场越来越多，大家回家就会有停车位了。我们看到一个快速发展、不断创新的基隆，相信基隆市民的生活品质会越来越好。谢谢两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